至足重五师方五师者，非师、顿师、风师、尘师、师助也。今所载方坚治之，其状腹痛、胀急，不得气息，上冲心胸，膀胱两胁，或快涌起，或挛隐腰脊。坚治之方，九乳后三寸，十四壮，男左女右，不止，更加壮数。踹右方，九心下三寸，六十壮，右方，九乳下一寸，随病左右，多其壮数。即踹右方，以四指尖其痛处，下九指下际数壮，令人痛。上爪其鼻人中，右爪其心下一寸，多其壮，取踹右方，破鸡子，白顿吞之。口闭者，纳喉中摇顿令下，力踹右方，破鸡子，白顿吞七枚，不可再服。右方，理伤露根，熬以囊柱，更翻运之。冷复易，虽有五师之名，其力皆相似，而有小异者，非师者。游走皮肤，洞穿脏腑，每发刺痛，便作无常也。顿师者，腹骨入肉，攻凿血脉，每发不可得尽，见失丧，闻哀哭，便作也。风师者，淫月四肢，不知痛之所在，每发昏恍，得风血，便作也。沉湿者，缠结脏腑，冲心邪，每发脚怯，遇寒冷，便作也。湿住者，举身沉重，精神错杂，常觉肺每节气改变，折至大恶，此一条别有治后运也。凡五师及身中死鬼皆淫也，共为病害，经术甚有消灭之方，而非仕途能用。今复撰其精要，以救其秘方：雄黄一两，大蒜一两，令香和四淡丸许，纳二合热酒中，服之。须臾，踹未踹，更作已有者，常续此药也。右方，干姜、桂、分等末之，眼孔止搓熬，令清末河水服之。即踹右方，捣及离子蜜丸服，如胡豆二丸，日三。右方，精米二升，水六升，煮一沸服之。右方，诸房八合，同气煎，小肺头苦酒八合，相贺顿服。即踹右方，绝地作小坎，水满中，数角取之服之。右方，取屋上四角毛，纳铜器中，以三尺不复复，浊气不上，烧毛令热，随痛追逐，下痒即踹若瓦屋，削取四角柱烧之，亦得极大神凉者也。右方，桂一翅，姜一两，巴豆三枚，核捣末，苦酒和如泥，以敷湿处，燥即踹右方，乌臼根错二升，煮令浓，去子煎之。凡五升，则入水一两，服五合至一升。凉右方，忍冬精液错数壶，煮令浓，取之煎之，服如鸡子一枚，日二三服，加也。右方，烧乱发，熬杏仁等分，捣膏合丸之，九服，童子大三丸，日五六服。右方，龙骨三分，藜芦二分，巴豆一分，捣和锦花水服如麻子大，如法丸。右方，七叶铺干，捣末，九服之。右方，驼肝一具，熟煮切，食之令尽，亦用蒜蟹。右方，断鳖头烧末，水服，可分为三度，
当如肉者，不进。后发更作右方，雄黄一分，栀子十五枚，芍药一两，水三升，竹取一升半，分在服右方，栀子二七枚，烧墨服右方，干姜、附子各一两，桂二分，八豆三十枚，去心，并生用，捣筛，蜜和捣万处，服二丸，如小豆大。此药无所不治，又非湿入腹刺痛死方。凡犀角、射网、五柱丸，并是好药，别在大方中，治足有物在皮中。如蛤蟆，速吸下入腹中，如杯不动摇，彻痛不可堪，过数日即煞人方。八豆十四枚，龙胆一两，半夏、土瓜子各一两，桂一斤半，核捣碎，以两部囊柱蒸热，更翻一运之，亦可煮饮，少少服之。此本在杂志中，病名曰阴湿，得者多死。